主料即是根基150克，辅料蚝油、蒜末、白糖、食盐、孜然粉、辣椒粉、酱油、鸡精、食用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即是根剁大块的用。放入食盐、蒜末、白糖、蚝油、孜然粉、辣椒粉、酱油、鸡精一起腌制起来，将调料均匀，将鸡块腌制起来，最好过夜入味更好。炒锅放油，下入鸡块炸至金黄色，捞出沥油，将鸡块装盘，放入孜然粉和辣椒粉蘸食，吃味道更好。烹饪技巧：鸡块腌制过夜，入味更好。记得要放入冰箱里冷藏，吃的时候蘸调料吃，味道更浓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